厂建厂执照已经在去年底过期，核子燃料也在今年三月全部运出，依法严格来说，已经不是一座核能电厂。一号机冷机测试有32份，因为反应炉安全组件认证不全，测试未完成，设计还要再变更。那测试的二号机部分，因为施工未完成，设备还没有装好，设备还没有电，所以没办法做测试。目前一号机在测试期间，移用了二号机1777项的设备，这就是一号机施工完成的拉线，二号机都还空的啊，都还没有拉线。为什么移到一号机？因为一号机做测试，它故障了。那所有的安全移控设备其实已经超过了使用的年限，到现在出厂到现在大概20年，一般10到15年就要换啊。它这个是属于量身定做的，所以厂商它停止生产，而是它的耐震在1997年10月那个时候定定的耐震值是0.4G。那2013年呢，立法院多党的委员联名要求核四地质要重新调查。其实到2013年的9月到12月地调所，他确认的核四厂区 S 断层长2公里，哦，这是有报告，有报告写非常清楚的哦。那2019年9月地调所又确认的核四外海断层具有活动性，而且相连，亏估呢那个。占大概93.9公里，它穿过了我们一号机和二号机的气体厂房的底下，就刚好在它的正底下穿过去哈，这是以前不知道没发现的。万一它是活动断层，我可以跟各位报告，全世界当然没有一个电厂会放在活动断层上，甚至它不会放在断层上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在车龙埔断层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921的时候，车龙埔断层旁边的房子可能没事，可是在断层上面的房子就一定有事。我们要避免一个盖在断层上面的一个核电厂。烟囱旁边就是一二号机的反应器厂房，前面就是有气机厂房，一二号机的气机厂房。断层就是在气机厂房的下面通过。它断层不是就是活动的断层的话，那盖这房子会有问题？我必须要确定它多久会活动。就像车龙埔断层，车龙埔断层我们在921的时候，921之前，车龙埔断层不是第一类活动断层，甚至没有人知道它会活动，它只是一个第二类活动断层，当初只有50公里。那后来921动了，我们才知道啊，它刚动嘛，大家都遇到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它是活动断层。不管是不是活动了，都不适合在断层上有房。就像我们家在那个，我们如果住家是在车龙埔断层上，后来车龙埔断层动了之后，其实政府就规定，断层的左右两边，我记得是下盘30，上盘50为永久禁建区啦。因为你住在上面，就等于是下次动的时候怎么办？因为再过。并不代表400年以后会动啊，它有可能是100到200年以后动了，那你的子子孙孙住在上面是不对的。那如果不是像车龙埔断层这么明确的，我们的建筑技术规则是规定大概15公尺之内不可以有建物啦，15公尺。那等于这边就一定要拆啦，按照这边看起来是一定有断层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动。对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动。那现在这样的状况等于说，那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要拆了。我不敢说要不要拆了，我们必须要做进一步的调查，因为现在我们的执照已经失效了。